已经猜好了。新的相机，时隔好久，今天来 The Big Tail Liner 拆我的那个 attachment。已经拆好了，然后现在要做牙齿美白。现在在回家路上看一下我的牙齿，拍一个对比照，可以美美的过新年了。我的皮肤间非常的干，看不到。距离我做好牙齿已经有三天了，那忍了三天终于可以喝咖啡。因为漂白牙齿过后最好是不要喝有颜色的饮料，就会染色的那种，像咖啡啊茶啊，可是我又很喜欢喝咖啡，所以忍了三天，看到后面的噔噔就知道新年要到了。我也是特地弄好牙齿过新年。那想说来跟大家聊聊，就关于我戴这个隐形牙套，那天去 remove 了那个 attachment， 所以我们看现在就是完成了整个 treatment 的效果。可能你们看不到太大的差别，因为我前后对比不会太大了。我会放照片在这边，如果你有看我之前一开始戴牙套的那个影片，你就知道我以前有绑过牙，其实绑过两次，就是那种钢牙的，就大概戴了五年吧，很久很久。最后拆的时候没有到很齐，可是就差不多，因为我也是戴了很久，就不想再继续戴下去，觉得 OK 啦，就拆掉了。那我之前为什么想要戴这个隐形牙套呢？就是之前好像是上排牙齿有一颗吧，应该是这颗已经歪了，好像是门牙也是有一点点，我不是很记得，要看回我的照片。然后下排的牙齿就蛮乱，因为也没有一直戴 retainer， 所以就想说可以试试隐形牙套，因为隐形牙套比较方便嘛。因为以前戴那种钢丝牙套的时候，就每次会磨到肉啊，会很痛，然后每一次吃完东西都要很勤劳的去刷牙，因为会塞到很多东西在牙缝啊跟那个钢丝上面。然后种种的原因，隐形牙套会比较方便。我戴了其实有一年多，因为本来预计是大概七个月嘛，然后中间就有时可能没有戴到足够的时间啊，或者是有时 skip 了一两天，可能去出远门的时候忘记带啊之类的，就延迟了一段时间。而且去年我怀孕嘛，怀孕的时候也是会比较懒惰，所以有时就没有太 follow 那个应该要戴的时间长度。可是还好，现在也是已经好了，可以美美的牙齿过年啦。哦，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隐形牙套不需要常常回去诊所，因为以前戴钢丝牙套好像是每个月要回一次嘛，就做调整这些，我戴这个隐形牙套就不需要。然后现在 Dr. Clear Aligners 也是有自己的 app， 所以就更方便了。因为戴隐形牙套的时候每十天要拍一次牙齿的照片给他们看，就有没有在预期的那个效果里面，然后看是不是可以换下一套了，每十天换一套嘛。那我想说要录一支影片是关于戴这个隐形牙套的，就一个 Q&A，所以你们对这个隐形牙套有什么好奇的，都可以在下面留言。任何你想知道的关于我在 Dr. Clear Aligners 做这个隐形牙套的事情，都可以问。那我就会整理了这些问题，再出一支 Q&A， 希望可以帮助到有兴趣想要做隐形牙套的你们。最近午餐都是吃这个，是包伙食这样子的那个刘妈妈厨房吗？我每次是点一次五天的，然后他来到什么就是什么样子。然后有一个肉，一个菜，然后一个豆腐或者鸡蛋这样子。因为现在有 baby 了，通常下午都不会有时间自己做饭，那晚上的话有时就会自己做。为了能安心的吃上饭呢，我就点了这个，虽然我觉得有一点点贵，因为一餐算到要19块多，可是我每次自己订通常 foodpanda grab food 都是要差不多这样的价钱或者20多块，因为你买太少 delivery fee 又很贵嘛，所以我就不要想这样多，来到什么就吃什么这样子。然后现在在看这部剧，我们的翻译官。你乘坐沙发呢？我感觉不妥。不想我。哦。
个水，我们是去仙境了没有？先出门去弄个指甲，然后吃个饭，回到家了。嘿，我的小宝宝，你呢？这个家伙，我要给你们看我的美甲。做的是这个猫眼的，然后是裸色这样子的，在自言自语，很爱讲话哦。买了这个给他们试看 ，Vicky 刚刚吃了一小块，喵喵。哦，你之前没有买那个小麦草，蛮多的一盒这样子，结果他们都不吃，这个反而还吃。Coffee， 你要吗，妈妈？你看 Vicky 吃的真开心耶，你来吃看。大家午安，现在已经是下午的3:30了。我现在在准备我的午餐加晚餐，因为呢，可能等下5:30-6:00这样子吧，我就要去 Ed Sheeran 的演唱会了。这一次的演唱会是在 National Stadium Bukit Jalil， 因为之前我去过2场 Ed Sheeran 的演唱会，都是在 Arena Asiata。那这次是我第一次在 National Stadium 看演唱会。OK， 今天的午餐加晚餐就非常的简单，在烤着我的鸡扒，然后这边有昨天吃剩的意大利面，嘿。现在要退冰，然后加热就可以吃了。还有这个 broccoli， 就加一点点，有点蔬菜。这样我的午餐、晚餐，鸡扒，还有意大利面。最近在看这个《在暴雪时分》，看着不是挺好的。小果的妈妈是那场比赛的裁判，她对林阳的印象不好。现在已经7:22，我在路上，我还特地贴了睫毛，看到了，还是那种单戳的，有一点点塞车。A song that I wrote when I was 18 years old, and when I wrote this song I was playing in pubs, and in the pubs were people that didn't want to listen to rap music, people that were going to have catch up drinks with friends and stuff like that, and I thought when I wrote this song that it would change everything, and when I took it to the pub to play at one of the open mic nights, no one cared. And then the week after I played it again and no one cared, and the week after I played it again and no one cared, and eventually it got to a point where people were turning up to see this song.And then this song became a hit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n this song took me all around the world to my first ever time in Malaysia back in 2015. And I want to play it for you today. If you know the words, I want you to sing it, and if you don't know the words, I want you to make them up. Hey, I'm going to give you something to sing. You're going to sing it back for me.Know the words to this next song, KL, then you are at the wrong concert. When your legs don't work like they used to go.昨天去 Ed Sheeran 的演唱会，好累哦，车停在比较远的地方，然后走路进去，太久没有运动了，所以就很喘。然后在演唱会的时候又很热，演唱会完了出来呢，又很多人嘛，然后也是要走一段路这样子，回到家都已经12:00了。好，那今天是星期天，晚上呢会有朋友来聚餐，我会煮一个盆菜，精简版的，就我的版本的。不一定什么都有了，然后还有鱼啊什么的，嗯哼。那现在呢，我要来整理一下家里，因为非常的乱，已经快要一个月吧，没有人来打扫，所以都是平时有空的话收一点收一点这样子。你看我新的相机，这个。Insta360 的 Go 3，这是我的生日礼物加圣诞礼物，它是可以这样子的。
这样子一个小小的相机，可以带出门拍 vlog 什么就很方便。我最想要买这相机的原因呢，是它可以吸在任何的有磁铁的地方，比如说我煮饭的时候就可以这样子吸在这边，冰箱也是可以。在家里最喜欢绑的头，哎，跟这个一样哎，很犀利。Baby, you know there's nothing, don't be silly. I already know what's up, okay, let's get it. 对了，这个可以第一视角，请你们看一下第一视角。Tell me who want that smoke, you know I'm with it. Tell me who want that smoke, you know I'm with it. Tell me who want that smoke, you know I'm with it. I love picking truth, no, I get plenty. I can afford to lose, that's why I'm winning. Y'all be up in that fufu, we not twinning.Rubber bands on my loot, yeah, I'm a binge. Photograph when you see me, catch at a moment. 看一下这里还没整理，我要先来做饭了。今天有一个我的 version 的盆菜，就有什么就放什么了。这边还有虾，鱼的话是另外烤，然后有这个懒人料理包，猪手，然后炒个青菜呗。我壳已经黄了。这边来加入鸡高汤，帮鱼按摩一下。我的宅子呢？这样，今天的晚餐好丰盛。